周震南的蜜汁口音合集，大碴子味。没想到啊，人最多的是 A 班呢、啊。你可别说话了吧？是你不是你？睡衣是我的 style。咋的咋的咋的？一惊一乍呢？这也太香了吧！你说啊，这运气咋就那么好呢？果然是幸运是努力到拼就开始起作用了。一嘎一嘎，一嘎达啊！一嘎哈达儿啊，一嘎哈达儿啊，哎嗨哎嗨呀！熟男岗位，这你选什么 ？F 啊？为何呢？你到这里来，我们一起从 F 打到 A 呢？你还光妹？你说什么？很棒啊，是吧？我觉得很不错啊，我觉得很好。来搞妹啊！搞妹啊！你说我们郭老师的床在后面。我觉得他的咬字还不够，还不够性感。郭富城老师走到背后拍拍我 ，OK 吗？OK OK OK， 可以不？男人对自己就要狠呢。火锅味，为什么感觉你做的步骤跟我的不一样啊？你我唱火锅里的是吧？老我火得很。那我的梦想呢？是除了歌手以外。那确实就是打进 NBA 了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。你怕是先听听你们两个自己的哟、都是好娃子。我恭喜咱们班的张念奇同学，恭喜你在创牛宝藏蛙节目荣获最佳外星大头奖，合法十奖，一致鼓励创牛宝藏蛙节目组。高贵第二位，你们还想赢吗？啊，我先跟大家 introduce 一下，这个游戏我以前玩过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咱试一试啊，就知道了。今天现场最潮的细节是，那得不得是这个衣服里面的什么内容？我们都是团练呢、啊、我们绝对不会落下一个人的。穿得好啊，穿得好、啊、穿得好、啊、穿得好、啊、是吗？哎，人家在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雅典奶味，哎，这家餐厅很棒的哟，我经常来这里 eat 的。啊，吃 ice cream 呢，那我们去看个 movie 的。啊，什么 movie？ 这就是、啊、看完 movie 吃 ice cream 呢。留个微信吧，我们用 QQ。李晨哥哥，你为我们菜高一点。不要打了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你给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是你，怎么是你？是你。什么？如果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会不会选择？不会。哼。